じゃん。ゲーム青木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这样的每日餐时间啊。今天的每日餐是个比较简单的菜，卤菜，猪口条。我是第一次做，第一次收拾，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。老规矩啊，焯水然后煮啊，卤完之后，然后我是打蒜啊，卤完之后然后凉拌，来点蒜呢、啊，来点那个葱姜料酒啊之类的，来个蒜凉拌一下。咱们现在开始第一步卤。第一步，先把猪舌头放锅里，焯水。我这买的是四根啊，一公斤的话大概。几百日元我忘记了，四五百日元吧，好像是。来点姜，来点料酒，好，开始烧。猪舌头听说是比较难弄啊，不好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好吃不好收拾。听说是火候啊什么的控制的很重要。我自己第一次弄，我也不懂啊，咱就这样弄吧。先煮一下，焯水一定要控制好火候，如果是时间太长也不行，时间太短也不行。好像是水开两分钟，现在刚开始发泡，开完两分钟，咱把火关了，然后开始清它的舌苔。好，现在开始清这个舌苔啊。这个舌苔一定要去掉啊，如果不去掉不好吃。这个汤的话是以前我煮别的东西的汤，然后留下来的，然后猪舌头收拾好了，现在把猪舌头放到锅里卤。好了，上盖卤它，卤20分钟，然后再焖2个小时。好了，卤的时间够了，现在盖上盖焖它一会儿。好了，猪舌头煮好了，也泡了好久了，现在出锅切片开吃。来点辣椒油，我切的块比较大啊，这个辣椒油虽然说这个辣椒油不辣，稍微来这个调料啊，这个是有点咸，所以不要放太多。来点甜料酒，来点这个生姜末，多多少少来一点，别太多也行。哦，蒜末，这种情况下拌一拌。这时候来，其实来点黄瓜，来点洋葱，也是完美的啊。但是我老婆把黄瓜已经拌了，我就不在里边加黄瓜了啊。好，再来点这个香油点缀一下，开饭。哎，谢谢。好了，饭做好了，简简单单的。看我老婆调了黄瓜，所以我就没那啥了。伤口。伤口。我细细。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你拿完都一点。你看我干。对什么对吗？爸爸。浇头。あのさ、実はさ、キリちゃんが住んでるさ、ところってここら辺？其实啊，其实在我们老家的话，三个菜是不合适的，三个菜是不合适的。所以，但是因为今天这不算三个菜，算两个菜，因为我原本计划是把黄瓜跟那个猪舌头一起拌一个菜的，结果发现，小孩不能吃辣，所以分开了，这是一个菜啊，还是那个啥了，不要。大家看了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啊。拿多少奶？あると思う。あるよ。食べる？あなんと思って。哎，我知道，哎，来来来。全部分からんかった。全然覚えてない。あの煮物を取っといたことを全然覚えてない。ごめん。我还是觉得三个菜不太合适啊，所以又让我老婆把。ありがとう。所
所以又让老婆把纳豆拿出来，就加个菜吧，算是三个菜，三个菜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不行，爸爸不合适。你把点亮给了，哎，黏糊糊。还有谁吃？来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配这个浇头的，嗯，中，真好吃。我的，今天教大家一个日文，舌头，猪舌头。猪舌头，猪舌头，猪舌头，猪舌头。嗯，日本語は豚の下。うん、簡単に言うと。豚タン？牛タンや。あいちゃん。豚タン？うん、豚タンが。豚タン？うん。そんな豚タンとかって言う人おら、え、で私に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の？しかも。え？いいよ、自分で食べるから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一期，拜拜。你也不拜拜。哎，拜拜。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をお願いします。